杰以及我们的贵宾啊赖锦标董事长啊，谢谢您的赞助以及参与，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贵宾，还有我们的病患、我们的家属，以及对我们最支持的啊大哥大姐们、好朋友们啊，在这个五月最温馨的时候啊，在母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，在生源基金会的支持下啊，五年来呢都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个充满了热情、充满了感人的一个音乐会啊。我也是五月出生的啊，所以在这母亲节的时候呢，我也特别的感念啊。那这个母亲在2年前呢，这个88高龄呢啊先走了，但是呢。这两天呢，也是我们的一个也是母亲节，但是呢，也是我要去祭拜的日子，所以呢，没有母亲也就没有我们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日子。那除了我们的贵宾以外呢，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还邀请了社团法人高雄市聋人协会，还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，在我们这个美丽的音乐中，他们也带来精彩的舞蹈，还有手语的表演啊。那最后还是感谢生源基金会这么多年来，除了母亲节，还有中秋节，还有新春啊，年年给我们办这么感人的一个活动，让我们的患者在住院的过程里面，能够在美丽的音乐中得到一个心灵的舒缓啊。那顺便预告大家，在今天的结束以后，我们生源基金会还有准备康乃馨的花束送给在场所有的贵宾啊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